啊，大家午安，我是马萨西武，然后这是进行第四次的经历攻略示范。嗯，时间是11:55，距离开台还有5分钟，不过我就先开台了。好了，先刷一下画面。这是把音乐关掉好了。声音真的蛮大声的。好啦，那自从上次卡关之后，我又去爬了一下文章，然后稍微知道怎么走，稍微有头绪了，毕竟还是没有非常非常完整的攻略。嗯，好了，然后就是毕竟我个人对于解谜类型或是动头脑的其实还不是很在行。尤其是那种一堆数字码那种，哇，真的受不了。好了，那我就先开台啦。Let's go。哎呦，错了。然后在这边看一下，然后这外面有一堆死人，我是这边用跑的。哎呦。错了，不要咬我，不要咬我。然后这边，身上是滴血，等一下会坏掉，感觉会挂掉的。有那强化药，强化药，试一下。嗯，然后这边有一本笔记，有提到什么神奇的魔豆，年轻真好。云雀鸡就是之前我们遇到那只鸡嘛，然后给它吃蜘蛛蛋会下一个很大的蛋，然后喂食的话，吃的话就会死掉，那个蛋是有毒啊。然后说要调制一个植物营养剂，可以让作物快速成长，效果不错，就是比较招惹虫子。提示就到这边而已。可以猜测的话，是要先找到那个魔豆的种子。然后这边有松软的泥土，然后爬过攻略之后是说要用那个前面拿到的那个小锄头，啊，旁边的石人花真的讨厌，就会挖出一个小箱子，魔豆种子，然后就冲到这边吧，魔豆种子，对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废话。种钱会不会得钱呢？我种了一颗魔豆种子，然后这时候回去找那个什么来着？那个什么营养剂的。然后这边我要快一点，因为我就20滴血啊！走开！我就20滴血，不要这样。没有，我70滴血，还有刚刚有补过血，所以我现在应该剩10滴血左右一把。看一下，果然剩10滴血。这边好像也有石人花，我被咬到一下我就死了，血不能好吧，不奇怪。所以我先回去好了。冲！我觉得石人花真讨厌哎。没事长一堆，没事种一堆石人花干嘛？莫名其妙。烦死了！挡在路上，打又不能打他们，真是莫名其妙的。然后下面是厨房，厨房那边应该已经解完了。然后这边有一间是什么都看不到的东东，什么都没有。上面那矿不？然后根据物品源的提示是说，不是这个，好像是书柜那边的书有提到蓝色的火焰可以照亮一切，刚好这边就有蓝色的火焰，所以之前拿到的魔油瓶，他说可以拿出什么魔法火焰，噔噔噔噔噔，就得到了。
然后我先去回一下血好了，就挂了。然后目前 CPU 是会突然飙高的，我觉得是我如果用跑的话，就会突然 CPU 就会飙高。然后今天设置的话，我是把那个输出的那个调成 1500， 因为我家是12枚3A的，所以应该输出是可以吧，甚至可以再调更高一点吧。再先来睡个觉。噔噔噔噔噔，然后就再去那个神秘的房间。噔噔噔，叽叽叽叽，叽叽叽叽，噔噔噔，嗯，冲冲冲冲冲，嗯。然后就来到了我们神秘的第三间，走错间了，不是这间，神秘的第三间，使用道具，看一下哦，魔火瓶 ，GF 别反，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地方。睡衣，哦，安安，点点点，点点点，点点点，怎么啦？点点点，点点点，点点点，啊！你说一句话吗？你那边预言痴呆样，点点点，点点点，点完了没啦？点点点，点点点，点点点。哦，原来是个蜡像人。你是不是移动了？你是不是移动了？想干嘛？混同钥匙，混同钥匙。给合物上8条，在睡衣，你有2件睡衣，还没晒干的衣服。看到这个就知道要请出我们的神奇棒棒。枪，对不对？入电式手把，里面的电池被人拿着，完全动不了。有电池吗？有电池吗？什么都没有。哎呦，哦，所以开了吧？机车的机关好像打开了。耶，诡异的蜡像人，莫名其妙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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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微穿着几份字龙，龙字，我把其中几段抄进了笔记。情报日记，是娃娃，娃娃，上八条，他名就写钥匙，你可以给他上，你就竟然把它当成是八条，莫名其妙。出麻衣布，这是什么？柜子的木纹像虎皮一样。僵化饮料液，不知名日记，出轨，床铺上早已失去了余温。你是用手去摸吗？还是用身体去摸？镜子，所以我拿到了在石门房间里拿的日记，日记上的名字是陈星，凌乱的日记中带印了，读取。狂战的密图在各地爆发，现在弄得人心惶惶的，我很高兴，而我很希望能尽可能的帮助有需要的人士，这也是主人的心愿。
即使遇到种种障碍，我也，可是我没有放弃。小宝宝可以找到很多药引什么东西啊？我每天都去采药，真的绝对不能放弃。十二月十二号，好，所以呢，所以这个家伙是还活着吧？刚刚还有什么？哦，不知名日记，用铅笔写的日记，日记上没有名字，字迹相当工整，是留下来的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突然很想写日记了。其实也不必强迫自己天天写，随意就好。我终于有时间为我的房间更换了激光石门，就是这个房间嘛。主人不但没有反对激光设计方面给我很多意见，主人果然是和蔼可亲的人呢。我从小都很喜欢设计各式各样的网络内容，哇，这些原都是你设计的。是啊，我送了一只录音布偶熊，不幸的我感染患者啊，你也感染了，哈哈。况且，堡主是一个残障人士啊，所以呢，熊哦，说到熊，那我不就要去那个楼上不是有只熊？哦，原来就是这个混蛋，诚心，你不要给我遇到我就打死你。设计一些有的没东西，还设计那个蜡像人，那 蜡像人就一看就知道，那边吓人，那边点点点，浪费人家时间，真的莫名其妙。冲冲冲冲冲！目前 CPU 65%，我真怕等一下我 CPU 会爆掉，就是等一下如果突然断掉，又是电脑要断掉。不过我其实蛮讨厌分很多集，分录了很多集这样。就是你，小熊。插入钥匙，鸡。今天是3月31号，祝那个杰罗主人生日快乐，Happy Birthday，后端丘比欧米得头，恭小公仔终于发财了，这是录音的，呵呵。所以呢，3月31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3月31号。栽了，3月31，什么烂天，什么烂日子？3月31，3月31，谁嘞？现在我的血。200滴，居然没有看，还是去找。哎呦，快走快走快！你找不到我，你找不到我，你们这些混蛋找不到我，跑！你们这些混蛋，你们这些烂死人花，走开！走开走开走开！你找不到我，你找不到我，跑！找不到我，你找不到我，先存档好了，啊，等下死掉。存档。找不到我，你找不到我。让我来这里啊！安安你好，不理你。死人花，好了，变强了。幸好还有呼吸，可是我拉不动它，能办法弄死它吗？简单啊，木棒，哈哈，打死你！你喝水？没有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哈哈。好啦，回家了。点点点，点点点。
惊叹号，惊叹号，你也惊叹号干嘛？好刺鼻的味道，是食人花。鼻子真灵，一嗅就知道是食人花，没想到还食人花人救了。越是看似扁豆邪恶的东西，往往往往能与人超越神的救赎，是这样子吗？自言自语是什么东西？倒是为什么你在这边晕倒，这样也不要紧吧？是这样的，每天都会出来采一些采药，只是碰巧突然晕倒。我疑心有生命太累，不过这只是小事而已，不用担心。点点点，谢谢你帮我叫醒，请问你是为何你会在这？我叫道明，为何在这？我会在这的话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。点点点点点点，剪完了没啊？惊叹号，问号，点点点，干嘛啊？糟了，西马达，突然忘记自己的名字，晕倒，难道是失忆？如果我没推测错，他就是我刚刚发现那本笔记的主人，所以他的名字是。你就是格尔罗杰，貌似不是他。好啦，诚心啦，这是医生啊，受稿，我就是诚心，没错，我诚是，我就是诚心。为什么连这个也，怎么说呢？一言难尽，这边风大雨大，什么都大。身体对你身体不好，我们先回汽车说话。要跑回去吗？快跟随我！有你带路啊！哎呦，谁啊？家伙，你在翻什么东西啦？点点点，扣扣扣，你在敲什么啦？你在干什么啦？这不是那个杜飞吗？点点点。点点点，这里的机关真复杂，刚才还差点掉了性命，千万别被这里的发现，我一定要尽快找到。找到什么？你要找什么？他果然是个坏人。喂，我瑞诺特，就是说突然晕倒，然后醒来便发现自己在这里吗？真是匪夷所思，连他也不知道吗？苏格，红豆尼·古梅纳塞，我在这里工作多年。作为本应对古堡一切了解的管家，居然会如此荒唐的事发生在这。这里倒不用自责了，毕竟这里也实在太过荒唐了点，要把人或路马跑完肯定是不容易吧。马西亚，时间也不早了，麻烦你告诉我门口吧，我要尽快离开，因为这个恐怕现在还不行。惊叹号，啥？哪来哦？刚刚发现原来保存系统全部启动啊，古堡外围的一切出入口就完全被封闭，所以在堡主回来之前还请道明先生多做忍耐。哪里保存系统这为什么会启动呢？大概是故障吧，毕竟古堡有一段时间，可是一定要再等那个堡主回来才有办法呢。由于这里的保全系统是由朱堡主所设置，基于安全理由，除了他以外的人没人关闭它，当然也包括下属在内。所以即使古堡只有你们两个人啊，莫名其妙，就跟一家店有店长跟副店长，然后就没有其他人了。虽然说就算没人理会。保安系统也只会维持一周，不过这段时间就只能给一点耐心等待了，呵呵。这次麻烦了设计，那堡主几点会回来呢？目前外出旅游中哎，莫名其妙一个礼拜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得向您致歉。至于一切椅子，这里绝对充足，宿舍也安排好，在隔壁房间。地理环境和气氛要逗留一个星期，才可能对你来说有点辛苦。在这点上还真的替你多多包涵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一个礼拜，喝出一个礼拜的红酒，不知道会怎么感觉。酒鬼，可以呢，没办法。等会唯有跟杜说声吧，如果找到他的话。惊叹号，杜飞他是，连这个也不知道吗？他该不会是个不速之客吧？原来你们见过面了，请问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怎么说呢？就是一个戴眼镜的四眼人七把搞啊。说是来查案的，是不清楚他在查些什么东西。居然会发生这样一连串的事，不过如此一来，保全系统就会启动，就是不行，不是就不是不寻常了。
So,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强行闯进古堡的你的家伙咯？也只能这样考虑了，一个无缘无故闯进别人家里别人地方的人，多半不会是一些善男信女，搞不好他就是那个把你带进来的，就是他。至于说是查案件之类的理由，也可能只是无中生有出来的借口。可恶的家伙，这样欺骗我，神神秘秘被人带进来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其后又遇到神神秘秘的人，这两件就连在一起了。糟糕，哪路后头？事情居然会这样发展，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不过我当初作为当事人，一定要把事情搞明白弄清楚。关于这等事情，请我有人负责吧。要把真相辨明，得先把那个叫杜飞的人找出来。毕竟我对古堡比较熟悉，要把他找到应该不难的，应该啦。干脆我们分头合作吧，这样也找比较快。哎，这个对白真熟悉，你不就跟杜飞这样分开的吗？既然是你的决定，那在下也不好拒绝，只是一切小心为宜。那我们互相努力吧。哦。然后呢？整件事情太奇怪了，如果是被猫阿玛抓来，为了破坏小魔行动会这么做，为何只有我被抓着？你卡衰嘛？因为你是主角，主角命都是这样子。他莫名其妙的被人绑架，然后莫名其妙跑到一个古堡里面，然后莫名其妙遇到一个神秘的人，然后莫名其妙跟他说他有一堆理由，什么坏事件要查，然后莫名其妙跟他分开了一些行动，然后莫名其妙遇到一堆机关，然后一堆谜题和一堆密码，然后就莫名其妙解开这个事情，这是一堆莫名其妙的东东。难道其他同伴被带到其他地方去了？不，要成一传出一级，不是应该还有更实际的方法吗？这件事情甚至连这里的管家也搞不清楚原委，谜团到目前为止都是一头雾水。所以呢，说起来，管家似乎是关了广告式病毒，昏迷然后失去不愉快，这不是最典型的战战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杜飞这个人也确实神秘兮兮。不过我倒不质疑他的身份，原因是光影卡片、抽卡片，懂了？我膝下琐碎。杜飞给的那张名片倒也不是，看不出有矛盾的地方。不过这名片也可能是故意弄出来，也是什么东西？哦，那么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这个黑子选择呀，好办啊！光影古堡、光影案件，不错。你自己跟自己讲话，那边自己做讨论，不错。他一直不肯透露正在查的案件。如果他真的要骗我，随便编个大话就可以了，根本没必要让人知道他在隐瞒什么。我说他现在跑哪去了？现在唯一肯定的是他人在这里。哦呦，他就在你后面啊！而且刚刚诚心的外放话，点点点点点点，这次真令人头大。点点点点点点，不过好歹隔壁房终于开了，先进去安顿一下，看有什么新的发现吧。波雷洛坦。新房间，有什么呢？是什么？捡物吸烟。我就是要吸烟，怎样？石板上的文字几乎看不见了。空宝箱。这是什么？园艺的书。淡淡的土层味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这个呢？闭锁的木柜一角被重塑过，空荡荡的抽屉几乎丢空了很久。闭锁可以打开吗？敲。我往树洞劈了下去，劈啊！然后呢？劈下去啊？没什么都没有。小锄头，破坏家具啊！你莫名其妙，神秘的议题，神秘的议题，这瓶大概就是，这瓶大概就是点点点，不明的白色议题，不明的议题，神秘的议题，瓶中弥漫着一轮怪异的甜味，不知名的议题，哪来的议题？不明的议题。不明的议题啊。哈兹卡西呢？看一下有什么可以调查。忽然使用技能吗？时空之眼解放能力。
啊，果然有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这边一个神秘的宝箱，破钥匙，给我把破钥匙干嘛？破家具、破钥匙，什么都是破的。只有希望这湖能带给一切未来。谁能打破湖面的沉静，此之觉醒？这个好像解过了，算了，不管它。就是把那个石头打丢下去那个湖里面嘛。这里呢？请问是烟？还有什么可以调查？你莫名其妙把人家洞倒那么大，还大的破洞，再试一下。所以我拿到不明的神秘的液体，就要去找我们的神奇小豆豆。然后这里呢？这里有什么破钥匙？锈迹斑斑的钥匙，而且有着明显的破损，目前无法使用。破字条。这里呢？然后前面有知道城堡主的生日是3月31日，你不会就用生日当你的密码吧？这样一定会被人家盗账号的啊。欸，真的呢，看，果然你被盗账号了。猎神池，自己看嘛。哦哦，好漂亮，起来啦。古堡乃依月神池而建，传说池水凭借未来之力而成，可让破损之物得以重生哦。所以这边有一把破钥匙，向月神池祷告，祈求让此物得以重生。重生吧，潜鬼，我还你原形。叮，钥匙鸡，鸡，为什么是鸡？钥匙柄上有个锯字，手感跟别的钥匙不一样。哎，我这边还有个破字条。哦，叮，就是数字字条 S。7348561844466。哦，就是前面那个肖像的那个啊，那个先不管他，我先去看我的魔豆，还是不要管他的，我先是看那个钥匙机是干嘛的。钥匙机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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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点点，使用钥匙机。哇、，open， 那这里呢？这应该有什么东西吧？快一点！哦，食人花，咬不到，咬不到你，诡异的，雪白的女神像，长着一副猖狂的脸孔。不拘言笑的表情，严肃的表情啊。哦，好亮啊，这是什么？黄金之箱存档。为什么这边有两颗火啊？莫名其妙。哦，神奇的要触动我的神奇棒棒木棒敲与金石对象，可以打开神秘之门。神秘之门，这个金石金像有看过水晶蛋吗？像梦幻一样的宝物，能把它借给我就好了。有啊，哦，原来水晶蛋终于派上用场。水晶蛋被放入石像的口袋中，它有口袋吗？呵呵，是在古堡中取得的吗？能把我家的银饰机养好，证明你是有心人啊。呵呵，所以呢，你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吗？没有啦。在一个古老的国度，那里住着一位美智兼备的公主。王子深爱着她，潜慕着她，可是公主并没有接受这份爱意，她在众臣面前羞辱她，并赶走她。王子捏死了一只刚学飞的小鸟，用她的鲜血涂在箭头上。小鸟颤抖的幼翅，
嘶哑声逐渐无力，然后消失。那是一只毒鸟哦，把它射死，把谁射死啊？摄政公主的眼睛，公主在一阵哀嚎中死去了。最后一回，她的声线更奇怪，那是一把从未听过的声线。公主的鲜血最后成了结晶，而四周也成了石头。群臣恐慌而逃，只剩公主一人。王子神色一凝，一步一走到公主那边。这是他头一回能距离公主这么近。他亲吻着她，就在那一副披风上的脸孔上，在那一副披血的脸孔那个脸孔上。一只母鸟飞到公主那披血的脸孔，发出了怪声。王子捡起公主身上的结晶，再落了一下悲泣。那是爱的结晶，传说中的宝物。哦，卡纳西呢？莫名其妙，能帮我找一找吗？传说中的宝物被誉为大自然之宝，落在某个地方的某处，可以帮我找一下吗？其实并不困难，只要有恒星，有恒星的恒星是吗？古堡地下有一个水晶产地，这是古堡的，堡主又一精心力作，地下水晶，然后就是那个之前我一打不开的那个水晶房嘛。只要完成水晶任务，就可以夺得7世珍宝，这个拿去吧。水晶任务规则，黑水晶磁铁就是这个。地下室的入口就在本城，请努力寻找吧。呵呵，我知道了。然后呢？然后，safe，该死的死人花，怎么到处都是死人花啊？莫名其妙。好了，我这边有神秘的液体，我先拿去浇那个魔豆看看。对，我要冒着生命危险跑出去啊。好吧，目前的血是200滴，应该是可以吧。先存档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噔。走开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，你走开啦！你不要卡我，莫名其妙。噔噔噔噔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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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最好一直跟着我啦！你开加速器你啊，还是克了摇头丸啊？莫名其妙啊！真的冒险，100滴，然后走过去。这个时候，神秘的液体，怎么反应都没有？我还没挖魔豆，莫名其妙。小锄头，挖。下雨天还挖东西，莫名其妙。魔兽种子，使用道具，外魔豆哦，魔豆种子，买好了。然后使用神秘液体，神秘的液体，倒是一片营养剂，超营养的，点点点，长大了，杰克的魔豆。这个是薄荷翡翠，什么薄荷翡翠？这边不能去。薄荷翡翠什么东西啦？可以吃吗？莫名其妙。然后呢？靠腰。你过不来齁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走开你走开，你叫我是这样超绝境的、真的、蓝色的跑比较快，滴血60滴，应该 OK 了，还要撑回去，
对，还有两只红色的，红色的完全不具威胁性，它跑超慢的，你看完全不具威胁，还走反方向，果然是笨，低等动物。哎，过不来哦，呵呵，非常安全的 safe。然后真的，不对，先去解那个密码好了。哦，拿到那个纸条 S。等这里，这个看一下哦，纸条 S 73死嘛，1+01，4+12+13+5+61+12+13+9+6+12+13+13+12+13+9+2，应该吧？什么吗？1+3+2+9+82。1+3+2+9+2，对啊。我算错了吗？1+12+10，对啊，13+1+3+12+12+3，5+6=11+1=2，189啊，448-6612+12+3。对啊，我输入错了吗？好，最后一个是3。哦，金蛋哈，是什么？铁色的金。哦，还有呢？所以这些应该都是宝物吧？应该吧？还有这个，先存档好了。这边的 BGM 还不错，莫名的地方，这是你啦。前面给我什么？叮叮叮，哦，手稿，啾，怎么玩？它变有规则。请将水晶移动到特定地板，若超过了限定步数将会强制离开。完成任务后请随意走完余下的步数，若遇到困境请保留走完强制离开。安内紫水晶可以往前推也可以往后移动，绿水晶只能往前推。前推，前推是哪个意思？所以呢，前推后移，后移，错了，后移，这个好像错了，后移，你再后移，不能后移，我好像错了，后移，很好，前推，不能，后移，前推，
前推，哦，这里呢？前推，再推，再推，哎，只能往前推哦。啊，是啊，这卡住了。那，所以我应该把这个推出来之后，然后从哎呀，天，嗯，哦，差一点，跑太快了。首先是一定要把你拉出来嘛，然后这个家伙也是要先拉出来，然后还要再把你拉出来，然后你进去，你前进，前进，再前进，很好，再前进，啊，我错了 ，fuck， 就不能动，后移，后移，哎，看你。后移，所以就差那个了，所以我应该先把这个推进去才对哦。好吧，重来，随便乱走。嗯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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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啊，故意是在那中间，是故意让人家踩下去，然后冲穿出去哦。所以是先拉出来，然后把你推进去，然后拉过来，再走回来，推，推，拉，再拉。拉，哦，快完成了，拉，拉，嘿，嘿 ，yes， 你走了，哎，62步，灿烂水晶，然后呢，哦，灿烂水晶。又臭又沉的走道，不到了，噔噔噔噔噔噔，真你知道是怎样？钢之炼金术士看太多了吗？哎，错了，重打。所以，安安，大自然之类。大自然之类是这个吧？奥利亚可以播了。然后这个是什么血类吧？老我不想看了，把它射死我知道了，死了没了。
也费了心。挑战中的少女就在那边，哦，原来，不过那不是，如果是在我的幻想中，什么东西坏罢了。而且练习很久了，很多符号。毕竟那只是个传说，可是我很喜欢，非常喜欢。然后呢？与镜像对话，打开神秘之门。诶，不是都给了吗？闪耀的金光，哎，都闪过了。然后嘞，哎，不对啊，我记得你这个最右边那个水晶任务没有给他东西啊。湛蓝水晶，哇，哦，哦，闪闪闪，哦。哦，城堡外，地震了，地震了，哦，厨房，哦，主厅，铁城池，然后呢？厅堂好，哦，魔法阵，求了魔法阵，所以我可以离开了吗？点点点。哎，预防万一，先存档。算了，不要好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哦，吓到我了！魔法阵前有一组无主无呃一一众无形的阻力。哦，所以嘞，我被哄醒。叮，哦，还是一样。无形的阻力什么东东？啊，这是我的名片呢、所以嘞，我去找那个晨曦吗？算了，先存档好了，多晚一点要挂掉。行，这里不能跑步。噔噔噔噔，怎么真的又臭又长的走道？所以呢，现在要干嘛？现在要干嘛？乌兰迪埃博。嗯，没人。现在嘞，瓦不都解开了？果然应该没什么东西了吧？嗯。新的主力呀，什么东西？莫名其妙啊！去旁边看看。哦，我知道你的生日啊！真的，哪个白痴会用自己的生日当做密码？真是猪！什么都没有。
我又回来了。这里有什么吗？什么都没有吧。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现在来了，现在要干嘛了？现在要干嘛？噔噔噔，最初的房间，什么都没有。现在要干嘛？房内，里面都解完谜题了。这里吧。又是你，该死的雕像，该死的蜡像。还是要回去啊，出去看看。哇，反正外面都是死人花。哦，还是回去好了，外面太恐怖了。还是会有什么提示啊？再去看看。你可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然后呢？哦。什么无形的阻力的、哦？所以你要我干嘛啦？我还要绕进去啊，那么麻烦。问号问号问号，口口啊，多口，点点点，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哪里？哦，血海。这是地狱池吗？前面的文章读到的。小米，这里莫非是托？莫非什么啦？要干嘛啦？谁管你啊？啊！池水鲜血红的怪异。冰晶如死水，我仿佛受到空气中的行为，可是我并没有对这块感觉存在陌生，甚至说一种难以言语的熟悉。连乱的思绪变得越来越清醒，清静难得静下来，我把自己的思绪重新的理解。首先，关于杜飞，他的职业是……推理时间到了吗？警察、侦探，侦探是侦探。虽然只是他自称就是，至于诚信，他的职业是管家，不错，还不错嘞。据他所说，他是这个古堡的管家。关于古堡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黄金个罗杰。为什么选择这个？罗杰的随笔，杰罗，他叫杰罗。二楼主是有挂他的画像，有。最后被我打烂的那个嘛，陈星辰在后院倒下，并万字名字。出现这些异常原因是狂战士病毒，还要自己核对了。临床记录，根据临床记录的详细记述，患者会出现昏迷及奇迹的主要症状，和感染上狂战士病毒。
魂战士就是那个星海争霸那个乌鸦索。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很在意。没错，曾经是感染了病毒，可是有一样东西令他身份出现了矛盾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日记吗？不知名日记。这本不知名日记是由2011年年初到8月尾的记录，根据日记的时间跟内容，应该是由管家所写的，可是其笔记却跟另一本由管家曾经写的日记大有不同。而且据他所说，古堡一直只有他和岛主，他更是在古堡工作了多年，所以也可能有逛过管家，除非什么啦？除非什么？为什么头突然好痛？是血色刺蚤吗？哦，谁？你是谁？你是陈星吧？陈星，道明，为何你会在这里？陈星 ，Let's fight！ 你真的是管家吗？惊叹号，点点点，点点点。你怎么说这奇怪话？我的确是这个古堡的管家啊。古堡真的有去旅行吗？不，他根本没有去。什么呢？为什么你不信我呢？虽然不能马上把你离开，确实是我们的责任。不管你坚持这么说，可是我却有证据能证明这一切。那证明堡主不会去旅行的证据是……我奶奶。这个这个不是这个，好吧，所以可以随便乱猜咯。杜飞的名片给你看，很烦呢，到底是哪一个啦？日记证明你不会没有去旅行的证明。不知名皮衣哦哦，堡主的右条需要长期更换零件，这条一直是我精心结晶，所以这只有我给他保养。惊叹号，这本日记是日记里提到堡主的右条其实一直不良于行，平日一切都是全赖在身旁的管家随时随地的为他更换右脚零件。因为是管家所发明的一只，故此除了管家以外，没有人能够胜任这份工作。试问这位需要定期管家长期协助行走的堡主，岂会贸贸然独自离开古堡一个礼拜？点点点，关于这本日记，又有它的可疑之处。这本不知名日记里面的字迹相当的工整，然而另一本所引的日记字迹大不同。换而言之，这本不明日记的作者乃是另有其人。如果是说因为生病而令自己有所改变的话，那也未免太巧了。因为你的日记刚好是在堡主收了外人以后才出现的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其实就是那个在堡主的随笔中所提到那个青年嘛，对吧？ So， 那时候你那感染病毒并发失忆了吧？堡主同情你的遭遇，未免你被政府抓住就偷偷把你收了起来哦。点点点。另外之前你说的那一番话也同样充满漏洞。哪一番话？还有回忆录啊，时间也不早了，麻烦你告诉我们好不好？快快离开，这个恐怕现在还不行。听很好，啥？刚刚发现原来保险箱有希望，外围的一切入口都完全关闭。现在保险回来之前，还请他们先偷偷做等待。保安系统怎么会启动？大概是故障了吧。毕竟古堡也有段时间了。难道你这番我又没有可疑之处吗？既然我这个由外人带来，于是被那不速之客推动古堡的保险箱，不是正常的推动吗？可是你打从一开始却说是故障，所以矛盾。
将我附近的出来说，那个人就是你，凶手就是你啊！因为在你的记忆里，这段时间从来没有外人进来过，于是你就很自然说出保全系统发生故障的言论。如是者，直到最后我提出杜飞这个人才恍然大悟，并且故意把一切嫁祸给他人头上，所以不知你对这番话又有何辩解？无所谓了，反正一切成定局，再这样演下去也没意思。倒是你真的什么都想不起吗？直到这一切为止。什么？到底什么事？头好疼。点够了没啊？整个游戏都点点点。噔噔。哦。喂。惊叹号。天哪，又是那种病。那个小姐的脸你也太。要不是我一把年纪，我想要搬上吧。那个脸，叔叔打人啦、啊！喂你，别喊他叔叔，快被揍了。疯子，我害怕。小孩，你激动了。哼，哇，真莫名其妙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到底干了些什么？晕倒了，路人。先是并发三人，然后在眩晕中晕倒，后在朦胧中我看到了一个影子，没想到，明明刚才什么都不知道，现在却渐渐记起细节。所以你也是感染了缓慢传染式的病毒了，正如所以，你也是一个病毒患者，然后趁我病发晕倒便把我抓进来的。到底为何要这样做？对你有什么好处吗？点点点，还没把说我记起吗？哎，点点点，你们点够了没啊？一直在点，整个游戏都在点点点，还好了没啊？点点点，哦，这个写这字我们称之为写词，其实它还有一股神秘的传闻。点点点。在此水还是死灰以前，里面曾经是军方的秘密处刑场。被抓的俘虏前面是拟人偶的死刑，先是刺穿两胸，接着斩碾断四肢，将生殖器剥皮。哎呦，生殖器剥皮就是，然后腹部以穿刺剖开。哎呦，处刑场每刻都充斥着凄惨的叫喊，军人每天都在此此起彼落的杀猪声中度过。100年前的战争吗？战争结束后，处刑场就这样废弃了，尸体都被埋在地。后来，一名富翁以廉价买下这片土地，并建起城堡，这就是这个机关古堡的前身。城堡快成的时候，富翁打算将建设延伸到地底，于是他老友兴致地下去观摩，然后他看见一起难以启齿的光景。处刑场的池水突然变成鲜红色，墙壁跟地上都明明已经干枯的血迹不断地散发出浓烈的血腥味。于是富翁马上令疯人进行大清洗，可是无论他们怎么洗刷都没办法把血迹抹掉。尽管人们想寻找真相，那些军人早就已经回归天国。韩内人将此事当成诅咒，懦弱一刀，是俘虏的冤魂在地底下不能自拔的嘶喊，并使水变成红色。点点点，可是这段传闻在我心目中是终究是个传说。虽然目前还没有人能解释这种现象，但我却发现了另一个事实：这附近从战后开始就便陆陆续续出现了许多死人花。最初还没有人知道原因，直到后来我把食人花做了解剖，再借助古堡那瓶仅无
绝无仅有的血池水样本，结果发现原来池水助长的食人花哦，原来是这个池水，而且速度相当惊人。于是，这正好，你怎么念啊？什么？我定了我的计划，什么计划？你们到底在计划什么？清淡号，哦，堡主怪兽，堡主那么帅啊！只要我的计划一成功，就一定可以拯救很多狂战士患者。请让我利用血色团队的水源吧。右边那是谁？杰罗，将大量食人花分泌的激素注入人体，加速基因突变，成为养液病毒吗？正是，熊都脱离了。而且以堡主的能力，一定能召集更多志愿者进行试验吧。很遗憾，这些老夫不能答应你。喂，都是的。食人花利用花粉繁殖，将食人花吸收的血水，用来释放出数十倍强大的花粉。万一花粉传到外面，到时食人花的繁殖会一发不可收拾。这我知道，只要好好处理，并没问题吧。但是试验却一定要用到很多食人花的技术。别说笑了。再者，将激素打进人体后会怎么副作用，完全是个未知数。先拯救更多同病相怜的人，这一点出发是好的。可是这实验太危险了，一旦稍有差错，肯定会牵受重管。这个问题我们讨论很多次，在同在场多少次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如果你要坚决一意孤行的话，就请离开这里吧。瓦西奥已经没有资格再收留你了。管家哦，原来另一个才是管家。哦，老夫病了，曾经，你怎么会？明明剂量已经调好了。曾经，你居然把堡主，快告诉我进入血池方法，别怪我很下手。不用威胁老夫，这不可能被你知道。好，我说，你放过堡主。道明，原来管家是道明。别管老夫，你快走吧。留着这副身躯，去为铲除马亚马斯一处担心分路吧。听难哈。所以我才是管家。道明。果然才是那乌小暴的管家嘛，那个会有种特别的亲切感。看来我终于都把全部想起来了。前因为你得到血池池水，于是便破坏那个堡主，还打算利用我。堡主为了我的实验赚点牺牲，我固然难过。讽刺的是，本来我打算慢慢，威逼利获利获人，没想到你却自动请怎么把这路口打开。可是我马上就要吃你，明明是个深受病毒作弄的人，却没人能理解我一片苦心。就算当堡主用转移术让你逃跑，但始终是逃不过我手掌心的。只要是我想到的东西都不能逃。你以为你现在还能得逞吗？喂，老兄，你可别忘了我。惊叹号！哦，有其力。重要时刻没有吧？就是你竟然才出来，这家伙充当英雄，杜飞，你终于出现了，你这卑劣的入侵者，到底想干嘛？你可没资格说别人吧，杜飞？难道你就是为了这事？近期不是发生了大量人口失踪案吗？失踪人士全都是病毒患者，而且失踪地点都是集中在这附近，所以我一直在找怎么查证的。这位叫陈新远，都是你干的好事哦。近些无疑的话，证据呢？别装了，你抓进来做实验的平民都在十分钟以前，我是通通患者。原来这边还有其他人啊，都藏在哪边？居然为了那可恶的实验到处抓人，真是罪无可恕。为何你会知道那个密室？明明那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能进。本来我爹在这个深层的古堡等到有点束手无策，还差点败给那些层出不穷的机关。可是刚才就在我发生迷惑时，古堡突然震动了。多亏刚才那场莫名其妙的震动，竟然把所有通道门都打开了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
这是团椅吗？得了，全部费功夫了。是那块石碑发动了什么机关吧？也就是说，诚心一直没能破解的是那个保全系统。可恶！走，我要灭掉你们两个。你凭你一个就打我们两个，你痴人说笑话。头好疼，怎么会这样？田青躺好，丁躺好。脸变了，这是什么鬼样？嗑药嗑多了吧？那些用食人化体验的毒品，打妈嘞！那个是用来拯救苍生的神药，暴走了。召唤食人化，你这么吧？他想追到我们，快跑啊！要跑了、啊！fuck！ 干！炸毁了！不要做掉我，不要做掉我！往哪跑啊？往哪里跑啦？你莫名其妙。要干嘛啦？你很烦欸，你要干嘛啦？你要我干嘛啦？不能跑，你是抓呗啦。这边有限时间了，我有一直跑就对了。跑！你走慢一点，你是嗑药嗑太多了，你莫名其妙。那一分钟也太久了吧？慢慢走就好了。我 CPU 会飙高不行，这样不行。fuck！ 大你你啊！傻小啦，讨厌嘞！给你妈啦！重来了，烂嘞！几百呢？莫名其妙！不要重来了！又臭又长的剧情，要重新读一次哦。莫名其妙你就不能提示一下说那边要一直跑吗？你就一定要这样子让人家重看的剧情？你这边有没有记录点？好啦，知道啦。莫名其妙，完嘞！侦探呐，我知道了。玩家啦，我知道了。堡主叫什么啊？谁知道了？这个啦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在什么？什么？这个吗？
对了，跳过，跳过，快点，跳过。去嘞，去嘞，太阳呢？金蛋号，金蛋号，金蛋号，然后啊，天哪！要不是我一把年纪，或许还会搬上吧。呵呵。点点点，我，来啊呢，怂了。进来，拖时间了，快点，进来。对，我已经实况一个小时多了，快点，我今天就要把它完结。点够了没啊？等会到我这儿点点。回忆完了没了，快点。所以右边那个是道明以前的样子吗？宝主好像那个，像什么游戏里面的那个人物，那个叫什么村的，我忘了。魔界村里面的那个穿了盔甲的样子，然后刚好长着大胡子。所以杜飞到头来是打酱油而已吗？你这是跟进来打酱油而已，完全不知道去干嘛。变，快召唤食人花！为什么食人花会听你的话？莫名其妙。有变身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听狼吼，听狼吼，那什么鬼啊？暴走模式发动，这什么鬼样？要氪多了吧？老猫的，拯救苍生的药，召唤食人花。走开啦，在那边。哦，讨厌呢，休息。
啊，是啊，那时间过很慢呢。哦，走开，干你娘！哦，就不能存档一下吗？就没有快速存档什么之类的东西吗？啊，等一下又要继续，就是要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烦呢。可以啦，有病哦，又背你啊，家务总有你啊。时间好像缩短了。哦，30秒，20秒，哦，人呢？人不见了，哦，人不见了，好，在这边回到，回到事情结束，哦，哦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耶耶！我勒个卡机的，没有这个事，给我滚！竟然踢自己的食人花，哎、欸，那不是血水吗？等下食人花会变成大一只啊 ！Good，good， 已经跑不动了呀，我们点点点，又在点点点。看你怎么跑，轻弹跑。如果如今我们真的走投无路吗？未必，也许还有退路。生死关头，我有投资一注，就决定使用它了。去吧，皮卡丘，使出腐蚀乱活的什么东西啊？然后怎么了？要什么？勇者之阵，要的经典。走投无路吗？未必，要有退路。要丢什么东西进去的？这是走投无路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弹，冷静点。使用它，使用强棒的木棍。哎，还好这里可以做选择，不然都要死掉了。并且还有退路。生死关头，我有投注一掷，决定使用它了。使用什么啦？合金钥匙。冷静点，我够冷静的啊！是你冷静还是我不冷静啊？莫名其妙。我要使用什么啦？小型锄头。哦，不是，要什么啦？退路？什么退路啦？地理手记。好、哦，那边好像有一个黑水晶哈、哦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就决定用它了。
去把皮卡丘使出10万伏特。果然，行嘞！哦，再见了，再有娜娜，10万伏特，去死吧！哦，金浪吼，哈，掉下去了，哈哈。点，够了没啊？整个游戏都在点。事件终于告一段落，大概他不能。陈星最后石沉大海，再也找不到他的尸首。我们找到血池中央的密道，然后马上离开了。恢复管家记忆的我，按照原来把血池入口关上。由于连同陈星沉下去的生花都被做掉，所以不必担心他们。没想到那小子到最后还要伴着那些食人花，尤其是他的密码。而我们之间的什么孽缘？接下来我会尽快联络讨魔团那边，这是堡主临终前交给我的伟大任务。安内，喂，这是什么 PG 游戏吗？总算是以逃生了。虽然有点始料不及，但阴差阳错下，总算为那个堡主讨回了公道，也阻止了一场无妄之灾吧。现在心里踏实了不少呢。呵呵。真羡慕你，我倒是完蛋了。虽然救走平民，但骑士者石沉大海交不了差，上司会相信这件事吗？这次我九成放我不保。这还不是因为马尔玛统治下起居这个昏庸，各个昏庸无能，连私人侦探都得替他们打工了。呵呵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。只要讨魔团决心不变，马尔玛总有一天会被你推翻的。但愿如此。对，不光是我的梦想吧。那么沙特古堡暂时交给你，就这样交给别人了。在我回来之前先代替我看着吧，毕竟这是龙血堡主的亲血，我不想丢掉他不管。就是这样交给别人，真会使唤人啊，你这个管家竟然使唤别人。遗憾的是我没时间好好的为堡主做梦了。怎么说呢，至于顺理成章，我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杜飞，希望假以时日，堡主能在上天看到我凯旋而归吧。呵呵呵。然后呢？谁啊？真的，这样的我也可以。这点不用担心。唯一的女性吗？除了刚刚那路人甲的女性以外，这点不用担心。邪恶的玛雅玛维护人间，我们一直都渴望有更多同志加入，因此每一名有能的志愿者都是无价的。只要到时见面，我们就会把丝毫做的白鸟石交给你作为护符，你的病就能暂时医治了。白鸟石，那个是极为珍贵的魔法石，这组织竟然能如此信任每一个人。很好，我不会辜负大家的。哟西，那天的承诺，心中的火团到现在还没熄灭。哦，塔克塔呀，向着正义的道路前进吧。破了，终于破了，耶！噔，禁闭攻略。作者剧情美术游戏美术什么东东 ？RGSS 脚本协助，这个怎么念啊？倒 C 嘛 ，Fly。孙志贵的 ID 1666RPG。下 Tiki。制作日期12月，2012年1月1号。哎呦，原来是出了那么久游戏，我现在才过来。没有吧，之前还没玩实况，之前都是看别人的实况啊。然后呢 ？Thank you for your playing。评分是30分，满分100。Continue 次数是1，真相1D，修的1D。好吧，然后呢？也不台，是不是变颜色了？也不台了，好吧。这个游戏其实很多要素啊，只是要动一些脑筋吧。虽然它解谜程度不是很难，不过就是
你要一直跑来跑去，要有一些关键性嘛。然后就算是不错的解谜游戏啊，不过对我来说我还是不太适合解谜游戏啊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先收台吧。然后我先测试一下这个，这是我说的我去搞到的游戏，叫Anisa， 这叫失忆症，黑暗的后裔吧。然后有另一种翻译叫做黑暗的什么，黑暗复苏吧，还是黑暗入侵吧？反正它有两种翻译，一种是大陆那边的，一种是我们八号上面的，因为它那个 design 是那个血统或是后裔的意思啊，然后另一种翻译就是入侵的意思。然后我先看一下我的跑步跑得动这个游戏，哎呦，看一下，应该是可以跑得动吧？因为其实这个游戏的画质没有说是非常的。非常的怎么讲？非常的那个，非常的精密啊！先放大，我先试看看跑看看，如果跑得动的话，我下次就直接来试玩这个游戏了。然后字幕部分的话，因为我安装好之后，我有去对岸找一下那个汉化字幕组，所以剧情方面的话，应该是大家都是可以看得懂的，就是插在那个字幕的部分。字幕部分的话，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解析度关系，所以我可能会，但字幕可能大家会看不太清楚啊。我先做测试看看。目前 CPU 是 60%， 应该是可以吧，不过还没开始游戏，我先试看看到底能不能跑得动，因为真的怕电脑 hold 不住了。然后感谢这个字幕组啦，感谢翻译汉化作品。然后我的存档，但是我预开过，那我还没开始玩。哎 ，Masasu， 我拼错了，删除，先创建 ，Masasu， 创建，呵 ，Masasu。然后这边的字的话，你们看得清楚吗？我现在看不到我自己的，那我先选择一下，然后这个。这个游戏的话，然后说非常暗吧，这是正常的话，正常的那个比例是这样子，很黑啊。我调暗亮亮一点，才不会太黑。先这样好了。然后我都把一些那些什么那个画面的一些材质都调到最低，让我的电脑应该要跑得比较深一些。哦，接受。那我先试跑一下，目前 CPU 是 61%、62%。我先预跑一下，还没有死困。然后明天会上班，那明天应该是没意外，应该是后天，明天的晚上啊。明天礼拜五嘛，明天晚上应该会做实况吧，放就是下课之后。我先来跑看看，看看跑，没有回应什么那招，在路中。对，在路中，应该是跑得动吧？哎呦，可以啊！不要忘了，有些事必须记得。暗影正在追猎我，我必须尽快。哇，这个画面！我叫做丹尼尔。可以移动。我到底做什么？太疯狂！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，我必须阻止他。注意。Must stop him. Focus. 我的名字叫 My name is Daniel. I am. 我曾经，我就是丹尼尔啊，老梗的啦。所以呢，所以这游戏叫做《失忆症：黑暗后裔》，就是主角好像是失忆吧，然后他叫做丹尼尔。哎呦。怎么？这个画面有点恐怖啊！现在呢？头好晕啊！在你的日记，再添加备忘录，迅速打开按 N。
但你不知从何时才算备忘录。谁？这种议题的来源？什么议题？这个吗？那谁呢？备忘录、日记，没有日记，笔记没有笔记。你可以让 N 查一下最近阅读的信件。N， 哇，这个会晕呢。这画质好像我调太低的感觉，算了，先这样跑。然后这个是没有火。当你抓住一个物品时，按滑鼠右键可以扔掉。哎，哦，你要自己。有点晕欸，这个可以拿吗？滑鼠右键，哦，我知道了。按左滑鼠键移动滑鼠鼠标推动门，按右键是开门或是更用力。欸，可以再提示一次吗？啊，算了，反正就是左键就对了。是什么？取得火盒，用火盒点燃蜡烛或是其他物品，显示在 table 中。十分健康，清楚。火盒，日记。所以这游戏有分健康、生命值跟理智。嗯，到。我看能不能再把画质调高一点好了，因为这个画面不是很优啊，调中中好了。阴影哦，阴影就低就好了。分辨度什么分辨？越高有丰富的阴影细节，你中吧。视差，这个不要理它。阴沉错乱。理智不清晰效果应用自动。嗯，影像模糊，先试看看这样，先调成中的。好像太亮了齁，这样有点不恐怖了。毕竟这是恐怖游戏嘛，给它调回正常的画面。正常是说要看不到右边那个方块，这样子接受。有这样像样多了，这样比较像在古堡中。我又那个画面真的哦，头有点晕啊。好啦，那我就先实况到这边啦、啊。然后就是这个下次实况就会实况这个游戏、欸，你会不要一直画嘛，这样头很晕、欸。嗯。然后下次就来试玩这款游戏啊。然后这主角真的走路好慢，在奔跑、跳。哎，可以蹲下来。哎，蹲下会只蹲着，跳，跳蹲。好啦，那我就先试玩到这边了。然后下次开台应该就是明天晚上或者是礼拜六啦。嗯。好，那就先到这边为止啦。大家最近天气比较冷，记得盖被被啊。嗯，好，那我就先在这边收台啦。那大家晚安，不是晚安，午安才对。好，拜拜。